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暴力对决，关长峰兄弟团队对面白驼山少主啊，老对手了啊，老对手了。你对面白驼山少主还有名字没改过来呢，还叫那个幻威呢。那关长峰选择还是老一套，双血什么意识度化身加地府的组合。之前玩的那个凌波和力武装好像现在也不玩了，还是狮驼好用啊。那对面就双凌波意识度化身加地府的组合。虎阵打虎阵也是没有阵法克制，速度方面的话关长峰依旧是一个全面碾压的形态，对面最快的也就是一个地府的三速了。这回选择开场先点对面一个凌波城小死亡，再点关长峰的狮驼，都没有小死亡的话，兄弟他肯定是吃亏的啊。因为兄弟他主要走的是一个点杀路线啊，对战方我点你也行，我打面伤也不差的啊，所以都没关注小团，肯定是关战方更吃亏。再送你一把破碎，再清一清，再来把破碎。关长峰狮驼是有专注武器的，但是好像并没能触发。小死亡再点，对面小死亡也挂中了，找一个虚弥，翻江搅海，最后还是打出来了。哎呦，8000，4500，4900。这一顿飞下来，关长峰这血化身是舍身是舍不过来了啊！只好呢，他现在又没必要舍身，舍的没意义，慈航辞的也没有意义。这个时候就关长峰最难受的啊！兄弟他怕啥？怕那种残血，他没死，你知道吧？他如果倒地了也好啊，大不了我慈航嘛啊！就怕这种残血他没死啊，他真难受。看看能不能带走，哎，残血，三个残血没死，拉起地府舍身取义，换虚弥再冲一波。这个时候选择换虚弥，还是想强行把对面的凌波城给换死，哎，还真的换死了。无间地狱开起来，再换一个啊，奔雷咒，这奔雷咒是真漂亮。别的法术改的没意思，但奔雷咒改的是真好看。化身是没了，
赶紧换洋货，四号放出来倒地了反而好了啊，这一把子啊。对面现在稍微有一些难受啊，一旦兄弟这边开始玩慈航了以后，对面就得靠小爽来压制。换羊货还能再吃，现在是两个小死亡。哎，慈航也不对，慈航他现在节奏不好了，就能慈航，但是不好用。嗯，这身上这个轻飘飘的本色那是个毒啊，这毒也改了一下，以前颜色比较重啊，现在是稍微淡了点儿，就以前的毒会挡住很多的信息。比如说你身上有个小死亡啥的，有的时候会挡得比较的严实啊。这个毒的话，现在不影响你观看他身上的其他状态。再来慈航，哎呀，熬到这些死亡状态全部结束，但是对面小草又来了，哎，用你的方式来打败你。而且白兔山少主他们确实是属于那种就喜欢用小死亡的三公队。但现在观战方式给不到对面压力了，嗯，兄弟现在只能是依靠自己的慈航来维持自己的一个生存吧，嗯，你现在是进攻不起来。继续换须弥，保证狮驼，卡了一物龙丹，看他这个泰山压底现在这个硬直啊，就
砸完以后要抖那么一下，感觉泰森应该是没有以前那么快了，但应该还是最快的，我感觉，只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快了。有这么个硬直，好了，被对面直接给干崩了啊！这么一个优越无名的话，观众这边也拉不起来。